你就甲转落去，内面也有一条一条的，一颗一颗的，一片片的，一块一块的。通通怎样？通通不对。来跟我说，宇宙给人的恩典。宇宙给人的恩典。在阴部耻骨四周。在阴部耻骨四周。帮我们准备的。帮我们准备的。两百倍的钙离子。两百倍的钙离子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两百倍的钙离子，它很快可以帮你怎样分解、综合。然后你喝水，让它流到肝、脾、肾、膀胱代表。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身体的钙离子。那我摸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能量太低，这样太松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去训练这一块？你只要撑直，往上抬高一点点，好一点点就好。手放在脖子，哪边？好，肩膀起来，肩膀起来高一点。哦，就是这一条度。你看这个有没有硬的？有。去训练这一块，这一块是你占你50%的疾病，也是你人体的整个能量总部。你现在脚慢慢打开。速度越慢越好，打越开越好，好，再合起来，交叉，越低越好，越低越好哈，你不要碰到地上为原则，越低越好，再打开，再打开，好，再合起来，现在把这只脚变下面。这样两个算一次，做50次。我要你训练这一块 ，Q 弹有力，因为这一块 Q 弹有力，50%的疾病都不见了。要搓又让它有力，又不能让它硬的，又不能让它软软的。哦，老师要求实在太多了。没有啊，因为硬几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我不要。太多话了，松几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嗨，太难写了。老师比较饼多，我要的只有一个字，一个圆圈，一个尾巴，叫什么 ？Q。Q。我要求你全身就只有一件事情。Q。累了你可以放下去，赶快用力去搓，搓这边。所以你跟我学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很忙，很累，但是忙完以后，你会怎么样？很健康，很快乐，很美丽。他的体感一开，跳马跳就卡黑路，卡飘飘，咻，这个叫观音路，六刚刚人家就嫩了，就嫩，表示你的能量总部怎样？不够力啊！所以盾臂跟这个动作都做，以后这个互相增力量就。好，我现在来做一个防止频尿的，就是在你的。老师，我现在肚子频尿。肚子在这边，这边是个膀胱，这一条管子到耻骨这里，好，到耻骨这边，耻骨在这边，就你食指这里刚好在耻骨正上方，就手这样，耻骨在这边。用力压下去，啊哈！点跳跳，啊！点头软狗狗，啊！你下骹点跳跳，你是安怎？要检讨啊！检讨啊！放松肩膀，放松，吐气。不一样了，哦，现在不一样了哈。上边听啊，边听。刚刚要不听了，要不听了，现在已经不痛了，哦。所以说，你那条管子。太牛啊！那条管子，西医、中医通通没有药可以医好，绝对不可能会医好这个条管子，因为它不是用药可以医好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做的时候，不要再做这样，一定要做这样。哦，因为你往后咕噜咕噜。
我后面的神经就压到，它没办法传达到头部，头部就不能传达到下面指挥它开或是关，因为没办法指挥。所以那个地方你吃什么药有没有效？因为它不是病菌引起的，它是你的坐姿、站姿错误引起的。所以像这种病一大堆，都会跑去找泌尿科，他派你。我坦白跟你们分享，台大也好，龙总也好，他的泌尿科的主任，他的频尿漏尿是谁医好的？老师，小心。那我叫顺念，刚刚叫念好的，好的。有，哇，这神奇。啊，我讲啊，你讲医，讲啊，无啦，伊就来要我医，我就要给伊吃。我讲会好，哎，我讲伊就以为好，迄个好。收钱。我讲伊就以为好，迄个好。伊讲啊，怎么怎？哎，偏掉。伊讲迄个无理，迄个无理，反正我就唔知啥物原因啦。老师，女孩子也是这样子。一样，没有分男人女人，都是一样。这个地方都在你的肚脐下面，在耻骨。正中央这一条管子位置都一样，往下压超这么深，压下去的时候去揉，那个管子硬硬的都不对，软软的，也有人是软软趴趴，它根本没有力量也不对。我要的是 Q 来说，你常常压下去去压那条管子，现在不会痛啊，不会痛啊，多点点啊，我就要 Q 开 Q 来，也变成关开自如。请问你的括约肌要不要关开自如？要。啊，谁主导的？自己。啊，想到你他在不要。我有梦，可是不够用力。手下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你说。还有这样子。哇！快点！好，再看这里啊。这个是不是髋关骨？对，这是髋关骨，腰到髋关骨到啊，你卡上去，上去。这个腰髋关骨里面这一条到耻骨上面这一条来跟我说，带脉。带脉。哦。这条，好，有没有？这带脉，这一条是我们下半身最重要的淋巴的所在地，所以脚弯弯的，平常你用力这样压，你给一起到这个地方，硬硬都不对，这里到这里。要怎样 ？Q 弹有力，像压下去会有一颗一颗、一条条片片、一粒一粒的，都不对，表示你这边的淋巴被阻碍了。那你要不要去把那些淋巴打通？要，因为这些打通以后，你肚子以下的疾病就不会发炎。请问你好不好？好。我根本不必。要吃药，我根本不是用吃药。好，看这里，这里哈，左宅三阴交这一点，这里压下去，不能痛。这一点是控制什么地方？控制我们人体的上面，不是下面。听好，三阴交。哦，这一点来跟我说水分穴。水分穴，它是控制水分。我今天哈，我要强化肾脏，要怎么强化肾脏？强化肾脏第一个脚，第一个动作是怎样？第一个动作要强化大肠，伸展横展降直肠。来跟我讲，大肠。大肠是储水，储水，你在吹口、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会强化你的肺部，肺
是溪水，因为我大肠是我的水孔，我现在哪里发炎了，我一定要利用哪里，肺部赶紧将这水全啊吸到肺部吸水，这时候要靠它，它控制一片水就稍微多一点，比如我这边发炎，一整日袂提，目睭会有水，来只红。目睭有水，来只红。目睭会安怎？缺水。缺水就打鼻涕呀。所以，任何地方发炎，它一定是由大肠水分在肺部跟着水分穴控制水要给哪里。所以这个地方控制你的水分不重要的。所以这边可不可以给它堵住？不可以。好，这个堵在你看三角刚会讲说，这三角这点，它这点刚好是三角形，这两个地方，这两条水道穴，用力压下去，不能痛，以控制力先骨消炎，就是控制力淋巴。第三点，一二三，对。这水道穴就水道穴，所以你也不知道灌台堵在四周嘛，那就客气亲戚讲嘛，知我袂敢堵，我袂敢堵，反正这也不是我的，阿母吃的伊的代志，阿个你我袂你，阿我袂个吃嘛，袂要紧吼，唔要紧。所以你把它搓到怎样？老因为老师都是胡说八道讲的，你们要怎样？乱七八糟去听他，啊回去呢？乱七八糟去抓他喽喽！我没有什么，外面都告诉你，白讲，嘿，我这边要顺时钟要，三十几下，什么易经功什么功什么功，我怕不能超过也不能短少，啊短少都没有效，啊为什么有副作用？我亲自掐一些棒子，你只要把它搓到怎样完全柔软 ，Q 弹流利就好。哦，把它搓到 Q 弹流利，所以这三点你要特别清楚。这个地方看正，各位先生女士，这里家里面有没有女生还没有嫁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有几岁？24。是不是开始交男朋友？还没有。你希望不希望你未来的女婿一结婚以后就开始打你女儿，打到他哪？不行啊！不行，这样我不要他嫁。这样你不要他嫁，宁愿他在你旁边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就打老公打老婆怎么？怎么可以哦？啊，但是偏偏你又爱上他了怎么办？啊，他就有了暴力倾向怎么办？那是你教你。教你。所以我会告诉你啊，要不要选女婿？要。怎么选啊？我第一个选说，至少这个女儿啊，那这个女婿啊，不会打我老婆，不会打我女儿。哎，我第一个不管他爱什么爱什么，两个怎么爱我不管。第一个我恋爱也听我，有理无？嗯。哎，我一早起饲到这大汉哦，饲到二十几岁，我都唔敢怕。哎，叫伊去打打仗怕。我打个官司嘛，要不晒，所以怎么办去阻止这样？当你女儿跟这个男孩子要恋爱的时候，你说女儿啊，今天天气很好哦，我们去海水浴场。海水浴场男生是不是只穿短裤对不对？这边会露出来。我刚才一看就吐光了，看到这里啊，箭突，这个地方。假如凸出来，碰碰，有凸出来，尖尖的，或是四方形，或是圆方形，什么圆形嘛，不管它，有凸出来的，马上跟你女儿讲说，我们家我是忘记关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哈。然后回家以后，告诉你女儿，你跟你男朋友讲，你这两天哦，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，我得了乳癌、肾脏癌、胰脏癌。好多癌，目
相爱。我的一生中，啊，快要死。跟南山公调好杯，啊，传来报你要死啊！你马上怎样？交你好友的呢？三妞了，很好，要有智慧的，不要说。陈先生，我妈妈说你有暴力倾向，所以我从今开始不想跟你来往了。他讲什么哈？彩英，你有说好，好没说彩？要懂，要不要懂得用智慧？哦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说，我到医院检查怎样？已经两三种癌症，还有什么不治之症？可以啊。卡六百乙醇酸，哦，也要我。所以这个地方。或是叫你女儿，因为他两个年龄越来越亲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跟他撒娇，对不对？或是已经同居了，但是叫你女儿呢，去摸他的时候，就无意中去摸他这一块，这块的 Q 弹有力，柔软的，这位先生不容易打扰。然后这块是突突的，那叫什么？卡内金波很阴酸。这个一定要记起，这个要不要教？一定要教。这一定要教的，因为我看到我的学生里面哦，有几个是对太太是完全暴力的，我会在苗栗那边投住一年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。我去那边除了实验以外，最重要就是要去把那个男生怎样，把他弄矫好，矫正。但是我矫正一年啊，有没有发现有效？至少说让他不再打老婆。以前他是把老婆、儿子、女儿怎样绑在屋子里面，楼梯汽油一放，就点汽油让他烧。哦，真是很恐怖啊！啊，不是他家的事情，不是儿女的事情，是别人的事情。回去就骂老婆、打老婆，根本是莫名其妙的火。哦，所以我到那边去吃饭，我说你要供养我一辈子，他说好。如果我吃完说要笑，有一次呢是别人的事情，跟他家根本没有关系。人家一部旧机车，两年前卖五十块，一卖一百块卖去啊，两年都卖去啊。啊，伊遐收钱差啊，都两年前卖啊，才收钱，赔到倒去。业主说要人拿钥匙，他跟他吵架，回来一进来就骂老婆。我当时跟他吃完，听到他在骂老婆，有没有道理？没道理，我马上把整桌上怎样扫掉。他女儿、他儿子是认我做干爹，干爹我很少，我不用动。他太太说要手，我不能动，你给我动，给我扫。他扫好以后，去煮饭给我吃，我要吃蛋炒饭，我拿着铁条，你煮给我吃。他蛋炒饭吃完一半，我不想吃蛋炒饭，太干燥了，我要吃馄饨面，去买馄饨来煮面给我吃。哦，他赶快去外面买馄饨，来拿面给我吃。好，我到外面去吃，不行，我就要你煮给我吃。我没吃完，我要吃煎蛋，你要煎个蛋给我吃。我故意在家刁难他，就是让他煮给我吃。这个先生被我调到最后怎样，有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虽然开始没有打人，但偶尔还是会骂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过现在还好。啊，每次骂他儿女，他们太太说，你在屋里洗澡，我要告诉孔老师。他讲孔老师一讲出来，他就怎样？恶心，然后他就爬上去，那个广播道台上要自杀。我他女儿跟他的大儿子说：“爸，你要自杀，等一下我站上去准备好，你跳下来姿势要美妙一点，因为我要给老师知道说，爸爸自杀的时候姿势很美妙。”我准备，又是鬼老师，我上次看他让他看到我自杀的丑陋的样子。你们那个鬼老师欺负我，我至少他不在上面。那为什么那么怕你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哈，前辈子欠我的。他为什么不拿刀子杀你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看到我就开始害怕。我也不知道，那可能是猫怕老鼠去攻击。一物可以。我不知道哈，他妈妈说他生三个儿子都是打老婆，还有这个小儿子。有你家，所以这个媳妇本来是早就要离婚的，啊，现在没有离婚。好，话说回来，这个地方，这一条压下去，不能。
能有一颗一颗胃痛，通通叫做情绪阻碍。你的乳酸，你情绪不好，那些乳酸都堆在这边，压下去会很痛。西医、中医、什么医，通通怎么样？也不好，请你把这边脱开。好看什么？上一期的男生瘦瘦的，明明手都瘦瘦的，奇怪乳房怎么这么大，跟女生的乳房一样。我说他有问题，看这里，用你的双手垂直这样捏，捏这样会痛，这一条跟我说肾，肾经堵住，肾经堵住，尿道系统出问题，尿道系统出问题。假使正中央捏起来，里面硬硬的，有颗粒的，会痛。胃经跟胆经堵住，跟我说，胃经跟胆经堵住，消化系统出问题，消化系统出问题。假使这一条乳头旁边这一条捏下去，里面硬硬的会痛。男生女生都是一样，叫做脾经堵住，脾经堵住，代谢系统出问题，代谢系统出问题，你的血管一定是上涨的。旁边这边捏下去，硬硬的会痛，表示胆经跟淋巴堵住。胆经跟淋巴堵住，就是杀菌系统跟消化系统出问题。消化系统张学亮先生他说胃已经医了很多年，什么都医不好，西医中医找遍了，就闷闷的就痛，什么医都医不好。我说这边都没有什么问题，这里有差一点点，压压就会痛，我把它压一压，结果压压还是没有什么改善，结果我就在这样这一块用力一捏下去的真的平了，马上怎么样？跪在地上，躺在地上，鬼叫，那鬼叫，我就可不可以？因为老师很残忍，我们捏下去以后不肯放手，就一直捏，吼，叫声好大声。礼拜五晚上捏，结果礼拜六早上开始他就脱光衣服在做运动，叫不停。我阿弟不听，你奇怪。啊你這樣，你要搞你，你要阿不搞你，臭胃啊，那也好。因为这边胃经是通到胃。啊，这边，因为我看到上面这边没有出问题，这边也没有什么出问题，这边就一点点的，那我知道这是他这边没有出问题。所以把他两个乳房捏开以后，我老师，我去回人家，值得。我敢开一个，开不了一个，在上面又要补好。这个火力念带一下下就好了。所以女生乳房也是一样，你的乳房要不要回去？要不要教女儿去搓搓揉揉？要。要。好，你坐起来。好。叫你先生在后面这样搓乳房啊。这乳头不能这样搓，错误。因为乳头这样搓，因为男生没有关系，男生乳头一点点，怎么搓都不会裂伤，不会掉。女生这么长一搓会裂伤，鼻子上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手指要避开，这样，或是这样，或是这样，用力压到肋骨的缝，肋骨的上沿，哦，但是不能把肋骨压断，就是这样去搓它。因为乳房这边没有大动脉，只有小动脉、静脉、微血管，它会很容易受到你的情绪产生乳酸，去把这边的让它肌肉的牵引，把它微血管拉断掉，导致淋巴不能通，这边就开始产生淋巴。所以医生叫你不要搓揉，是因为台湾医生都是一群骗子，你越不搓揉。这边就越容易越硬。好，他哦，我们的志工，他原来两边这边，哦，
上第四台的时候，你要听什么？开开叫，今天昨天还早上是不是？我帮他检查，哎，只剩一点点而已，几乎完全畅通。所以今天身体乳房，你想不想得到乳癌？不想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小十三岁的时候要开始教你了，去这样搓搓搓搓，不利不？不。哦，你女儿自己会懂，自己搓，记得哦，不要碰到就好，哪里硬，哪里这个用力。记得搓完以后一定要怎么样？喝水。好，你看肋骨缝，每一个肋骨缝，自己要去压，不能请别人帮你压。这边是肝，这边是肺部，这边是心脏，这边是肺部，这边是脾脏、胃，这是胰脏。所以你压的地方会酸痛，是身体在告诉你。你的内脏要发炎的前奏，你把它搓一搓，喝水就再这样，是不是身体有没有在跟你讲真诚的话？有没有跟你讲？有。他是不是用什么方法跟你讲？酸痛麻。酸痛麻跟你讲，所以你要不要给他反应？要。所以他跟你讲酸痛麻，意思就是说，好爱我，搓搓我。啊，你要不要搓一搓，然后喝个什么水？白开水。白开水，温的哈，两个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要给我去吃那些热色饮料。哦，因为白色的水它是空白，是空的，含有多的包容量，它会把你身上的毒素怎样利用，再利用身体的钙离子。上面这个地方来跟我说，宇宙给我们恩典。宇宙给我们恩典。在胸部四周，在胸部四周，帮我们准备了，帮我们准备了160倍到180倍的钙离子，160倍到180倍的钙离子，帮我们在阴部耻骨四周，帮我们在阴部耻骨四周，帮我们准备200倍的钙离子，帮我们准备200倍的钙离子。所以你要不要让你的钙离子时常去输送出去，去把里面的不好的东西，乳酸、油酸、丙酸、二氧化碳，把它分解，然后用水怎样，把它代谢掉。全身很多地方都有钙离子，你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你最好的药，比所有药都呢还要好。要不要善于利用它？要。所以不是生病找医生，要找医生，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。好，我们洗手了哈。老师，再问个问题。身上有痣，啊，那个有没有关系？看一下，老师，前面，哦，前面有没有很多痣？他那个有没有对称？我跟你讲，有很多痣，是他爸爸妈妈怕他遗失了哈，这么老就看到这痣可以这样。其实他这个痣是什么？是他本身的肺。肺。细胞。细胞。出问题。哦。细胞排除毒素怎样？失调。所以细胞排毒素失调，它最后它没办法由肝脾肾膀胱排掉，它再由身体怎样把它产生出来，它告诉它一种警戒，你以后肺部要不要去把它搓搓揉揉？要。好，好，我们吃饭。肺部要就是这样，肋骨缝这样子。早上有叫你拉这个，就是拉肺经的，拉肺小肺。好，下午再跟你们分享。好，谢谢。